死村姑，杀死我了！不是我中的，都不是我中的。现在我走路不长眼睛啊啊！没看到这么大个车过来呀、啊？妈的，把老子的车都搞倒了！哎呦，妈的，这么多钱都给你的，那这点钱就当你陪着我修车的。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妈的，皮要撞老子！赶紧溜，赶紧溜！咦，这怎么两个人呢？看一下。喂，美女，醒醒啊！怎么办呢？摸一下他有没有手机先。喂喂喂，你看哪了？我看到他躺在这里了。老婆，醒醒啊，醒醒啊！啊，他是你老婆啊？你怎么躺在这里了？啊、哦，我刚才有一辆车出来，突然出来碰到了一下，然后就晕了。快点快点起来！那你赶紧送他去医院吧。碰到一辆车，是不是这不？不知道，不是我撞的哦，我是看到他在这里，不知道，好像是晕倒在这里了。看上哪里痛了没有？哦，屁股痛，屁股痛。啊，还有这个脚也痛，脚痛。哎，老公，啊，你昨天卖猪仔的2000块钱给我，不见了。什么？钱不见了？对，钱不见了。是不是你拿的啊？不是啊，我怎么会拿他的钱呢、啊？我。刚想偷他手机，然后打电话来的，然后没有，他没有带手机啊。我亲自看见你在他身上摸来摸去的。那我也没摸到什么东西呀、啊。这里就你一个人，车也就一部。对，肯定是你拿了。我怎么拿你的钱呢？哎，这个不是他啊。这是我这两天卖东西得来的哦。你数一下，你看，你数一下是不是2000块？刚好2000。肯定是我们掉的，对，肯定是他拿我们的。看见你那么漂亮，想不到你做这种事啊，在这里。我真的没有拿，大哥。撞我老婆不说，还拿了钱，死不承认。你看，腿痛了，屁股痛了，里面可能是内伤了。你老实一点，把他送进医院。要不要有什么事的话，你死定了，我跟你说。不是我撞的，但我为什么要带他去医院呢？我只是好心而已。我看到他躺在马路这里，然后我想扶一下他。不是你撞的，你怎么会来摸我身上的钱呢？我就想拿个手机给他家里面人打个电话。不是你摸的，你看撞到那里，我都看见你在这里摸来摸去。如果是这个男的，我把你打死。跟你说，现在这样，你不把他搞过去，你什么？在哪里都说不清楚，就你一个人说，一个人，信我，我看见，要不然你跑了，我找锤子了啊！真不是我撞的，那不是我撞的，我肯定会送他去医院呢、啊，是吧？那我怎么还会让他躺在这里呢？不是你撞的，谁撞的？难道是我撞的啊？这我真的不知道。你不知道，你撞了，你还想耍赖是吧？啊，他现在这样子，你还想？撞了想扶上看看有没有事，然后没事你就想跑啊！你还想撞好，要撞好，又想撞好人啊？又想别人没事，你这种人真的是狼子野心。真的不是我，反正我不管，你今天不把他送去医院，到时候我就把你打残了在这里。送不送？都说了是。妈的，妈的，送不送？啊！妈的，是当我好心当驴肝肺了。什么好心当驴肝肺？明明我看见你搞的，还好心当驴肝肺？快点，医药费全部你出，营养费什么费都要你出，要不然的话，我把你搞得渣宅不宁。我跟你说，你老公这时候也不要你了。快点！妈的，让我倒了八辈子霉了。
像这样，我要跟着你在后面去，要不然的话抛在半路的话，慢点吧。